海膽大致是分兩種品種，一個就是紫海膽，一個就是馬粪海膽。紫海膽會比較大片啲嘅，味道會比較淡身啲 ，creamy 啲嘅。馬粪海膽會比較飽滿啲啦，細片啲啦，咁佢會濃味啲嘅。而家香港用緊嘅海膽咧，主要係嚟自日本、加拿大、美國、澳洲、大連、韓國咁樣，因為咧受疫情影響啦，大連同埋韓國嘅貨咧都嚟唔到香港。通常日本海膽咧會係喺日本嘅北方四島嗰度捉嘅。而家最靚嘅海膽供應嘅咧就係北海道嘅禮文島同埋根室嘅海膽咧係最靚。而家日本馬粪當造係四月至到十月，跟住咧紫海膽當造時間就係十月至四月咁樣啦。如果去超級市場揀海膽咧，就最好唔好揀啲出咗水嘅海膽啦，即係可能佢已經擺咗一段時間啦，就會比較唔新鮮。如果去揀海膽，就盡量揀啲鮮色啲咯，淡黃色啲咯，就唔好揀啲太過深顏色嗰啲，深啡色嗰啲咯，就比較差一啲嘅海膽。